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Altre informazioni nella descrizione del video. 我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。 我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。我现在很着急。我现在很着急。 我现在很着急。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。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。 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。 他先发现了地球引力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以后。 他吃了一个苹果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以后，他吃了一个苹果。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以后，他吃了一个苹果。 牛顿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。牛顿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。牛顿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。 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他的发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他的发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他的发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 是我的妈妈包的。这个饺子是我的妈妈包的。这个饺子是我的妈妈包的。好吃极了。
好吃极了。好吃极了。好吃极了。我不太喜欢饺子。 我不太喜欢饺子。我更喜欢新鲜的水果。 我更喜欢新鲜的水果。这个水果是我的爸爸买的。这个水果是我的爸爸买的。 是我的爸爸买的。这是什么水果？这是什么水果？这是什么水果？ 我不认识这种水果。我不认识这种水果。我不认识这种水果。我的包太旧了。 我的包太旧了。我的包太旧了。我必须买新的。我必须买新的。 我必须买新的。我两年以前跟我的朋友结婚了。我两年以前跟我的朋友结婚了。我两年以前。 跟我的朋友结婚了。现在我的丈夫长胖了。现在我的丈夫长胖了。现在我的丈夫长胖了。 我们有一个孩子。我们有一个孩子。我们有一个孩子。孩子长高了。 孩子长高了。孩子长高了。一张桌子有四个角。
一张桌子有四个角。一张桌子有四个角。有一种马的头上有角。有一种马的头上有角。有一种马的头上有角。看一下我的照片吧。看一下我的照片吧。看一下我的照片吧。中间是我的奶奶。中间是我的奶奶。中间是我的奶奶。右边是我的哥哥。右边是我的哥哥。右边是我的哥哥。左边是我的弟弟。左边是我的弟弟。左边是我的弟弟。我买了很多故事书。我买了很多故事书。我买了很多故事书。我给我的妹妹两本。我给我的妹妹两本。我给我的妹妹两本。其他的书我都给我的姐姐。其他的书我都给我的姐姐。其他的书我都给我的姐姐。我会说西班牙语。我会说西班牙语。我会说西班牙语。而且我也会说法语。而且我也会说法语。而且我也会说法语。你知道成龙吗？你知道成龙吗？你知道成龙吗？
我知道他，他是中国人。我知道他，他是中国人。我知道他，他是中国人。你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们还没有见面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们还没有见面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们还没有见面。你了解他吗？你了解他吗？你了解他吗？我了解他一点儿。我了解他一点儿。我了解他一点儿。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他的新闻。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他的新闻。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他的新闻。你知道中国吗？你知道中国吗？你知道中国吗？你了解中国文化吗？你了解中国文化吗？你了解中国文化吗？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吃猫了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吃猫了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吃猫了。狗吃了他的东西。狗吃了他的东西。狗吃了他的东西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开始吃狗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开始吃狗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他开始吃狗。根据这次比赛的成绩，我们会决定谁参加最后的比赛。
根据这次比赛的成绩，我们会决定谁参加最后的比赛。根据这次比赛的成绩，我们会决定谁参加最后的比赛。下雨以后，天上出现了彩虹。下雨以后，天上出现了彩虹。下雨以后，天上出现了彩虹。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我吃了水果。我吃了水果。我吃了水果。水果被我吃了。水果被我吃了。水果被我吃了。